知道你是沙拉，就进去之后就知道，他就进去之后嘴巴拉。然后那个电话送过来，然后他那个小孩子就很。没有，以前洗啊，最后每个人都不会，那就直接把它拿到现场来。它本来是这个音乐吗？本来就这种音乐。还要加哪一些料？来吧，怎么会先？这很像汉堡肉哎。对啊，他就说是汉堡排，然后里面有起司，我讲。然后他说不能烤太久呀，还有不能压。我要当小白兔要吃菜。为什么只有一只？都是在蹦跶。啊，原来木岛也蛮麻烦的，也是要这样子。哎呦！啊？对啊。算了，还是由你们来夹。等下这个要算翻吗？不要为了那一点点。我怎么觉得我们店里也可以放一个？这个、啊，可是我们要用木炭。那你要用没有烟的木炭啊？啊，你知道我们那里有两个吗？两个，你说烤肉用的，我知道在外面了。我问过凤了，我说你们以前都在这边烤肉。以前想要，但到最后作罢了。我怕客人看到。哦，怕客人说要在那边烤肉。不是。他客人说要剪头发，剪头发一定会那种白目啊。他会说，反正你在这里烤肉，我剪一下头发应该不会怎样吧。我们都很怕客人，应该有真的有人这样过吧？一定会这样。那你觉得呢？会不会发生？会，很熟的就会。啊，你这个滚到旁边去没事吗？是不，这个要吗？
前弄是几种？三种。不是，这吃的是吉屋，不是这个、啊。吉屋才是，我记得吉屋是三种。奶奶蓉脂肪。奶蓉脂肪。我觉得还有洗面。快点，它快焦了。你看我，没熟、哦。可是牛肉应该没差吧？这是我的。你的不就在那里？他想要这一个。我是想要那个。对，他想要这一个，我看就知道了。怎样？这一坨是什么？脑袋啊！啊？脑袋？那是肉啦，应该是鸡肉啦，是鸡肉对不对？这一盘多少？不要讲出来。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来借我一下。这是鱼啊，这是猪肉吧，猪肉吧，好了，要忙一点吃吧，这应该是用机器切吧，不可能用那种。其实这很好赚，这肉才切这样而已。我每天在市场看到那个切猪肉切超多的，然后这么薄，有客人的店就很好赚。好，饮料。好。好。那里好啊，可以先摇一口。咬一口看看，好，拍一下张瑞麟。那就跟其实跟乌马好像，差不多。看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副总师就觉得都差不多。饮料来了。吸管，哎、欸，这边是你的，玉米。谢谢。嗯，收满招吧，谢谢。太菜的是不可能。然后国中生绝对不可能，国中生也只有一个人有跟到、啊，纪念。
连啃个路都没有跟上。猪肉里面有 cheese， 放牛肉吧。如果是绍兴香肠还不错。多久？再摸一次，等一下，再摸一次。好，好，好，够了，够了，喝一下。什么味道？像山的。嗯，安、啊、那里呀、啊。什么味道？甜甜的。好。这样不够时尚玩家了。太好赚了。柠檬，我都打了，我帮你。你看我很厉害吧？太失望了。每次去哪个地方菜都是我吃的。元宵嘛，乌马嘛，然后连同这一次都我吃的。元宵不好，太油了。而且我忘记吃到饱是什么东西了，是喝到饱吧？饮料喝到饱，然后还有蛋糕，对不对？没有了，还很多呢。
不够甜，这有蜂蜜吗？有吗？你换一下烤网，先接一下烤架。你还蛮喜欢的、啊，因为我们已经前几次都吃到饱了，惊的。哦。吃到饱，你们都吃？啊，就那个、啊《真善美传》吧。还有那个筷子。好。还有什么、啊？那个。小蒙牛，然后还有台中牛排馆，然后那种自助的，还有那是牛舌哦。转到那个叫什么酸菜啊？哎呦！哎呦！舒服好一阵仗啊！哎，嘿，林建杰，快交了，快交！哎呦，好恶心哦！哎呦，在说哎、欸。你要直接这样吃？对啊。你屁啦！不要，不要，要。哦，超恶。还在纠结。这你就掉光光了。好，这他们都当用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啊，会不会是鱿鱼啊？因为刚才吃起来这个 QQ 的、欸。Thank you.
是等一下啊，不行，等一下等一下，没事，等一下回去拿印章。什么印章？因为那家文具行昨天没有开啊。好啊，拿印章啊。可是你要乖乖的啊。好了，我的手不见了。张瑞颖，那、啊、你家是长怎样？我也蛮好奇。就一进去之后，然后电灯不用自己开，走到哪里它亮到哪里。没有没有没有厉害，走到哪开到哪里。就普通那样，就像可能就像你家二楼那样吧。没有，家二楼是最夸张的家。他进去就。没有客厅，没有厨房。我后门进去就厨房，啊，前门进去就客厅，就这样。然后中间就楼梯，走廊放二楼这样。是很普通的。不知道那个，不知道这个醋到底会可不可以续杯？可以吧，可以。你怎么知道？那个小小的几率都可以续。大少爷，大少爷，为什么要加柠檬？啊，那我要先加再烤。你还在喝这个吗？他看到这些都不会饿吗？他不喜欢吃肉。那他喜欢吃什么？糖果、水果、冰淇淋。就是要么是水果，要么是冰淇淋，要么是饼干呢。我小时候也很爱吃水果，你都会有人拿到我面前。长大就不会了。都要自己切自己弄，好累啊！都不要了。菜怎样？算了，有一个烤焦的给它夹在这里。我也知道最菜的要吃这个。知道怎么吃啊？哦，好烫！还爆，还爆！我洗它，乖乖，你先入客了。好久了，喂，不好背呢。不好背，不好背。等一下用手刮。哦，好肥呀、啊！虾子、螃蟹，是。肥呢，肥呢，壳薄，肉肥。啊，甲壳素啊。包子像这样，我有包子。
他们的这里有个不好的服务，就是没有给卫生纸。有啊。你真的很讨厌。我看到，我刚好看到。等一下，我要把你最丑的话都。我妈都很帅，就这样。他的头颅好吃。这个就真的没办法。我跟你说，这个真的很好做的感觉。哇，张瑞麟也会这一招啊！啊，不是那个蹦也会这一招啊！当兵啊，有当过兵的虾是不一样。哦，慢慢红了嘞。太多，对啊，给太多了。大只不便宜，应该五六百。这么大只，可是就这样子，后面要怎么跑？后面要怎么跑？你让它躺。对啊，然后用躺。你有没有办法让它躺？哦，烂嘞，这么拔嘞？没有啊，今天你在给你服务哈。我刚刚不会那么久，不会也要说我不会啊。说我不让他躺。躺着怎么可能？怎么躺？你是觉得躺着不可能？我才问。躺着。对啊。他又没有脚。好，你还是让他侧躺好了。侧躺。他太肥了，没办法。还是火不够啊。一定要让他躺。对啊。算了，放弃。我在这里看得很明显，我在这里看得很明显，真好笑。哦，这音乐不搭哎，
音乐如果好一点的话，音乐太嗨了。这怎么吃得下？什么音乐？谁？拍到你。我昨天想到哪个人，想到拍到你。哪一个拍，哪一个到哪个？拍到底不是他吗？是他对啊。哦。对啊，那怎么特别大？那怎么特别大？而且他没有弯吗？他怎么对啊？他怎么头超大的？他怎么 size 差那么多？啊？脚麻掉？我不会还算好背啊，背一定要好。对，你就放假自己会手上去啊。会冷呀？会冷吗？你不掉下不就已经好了？然后翻面翻面，他就都没有给人家，都不用考了，都不用，就直接给人家的弄。对啊，我不知道他厕所长怎样，而且我是百货公司的厕所，不是还要走出去厕所对不对？很酷哦。碰到了，给你一个吃吃看，我给你一个吃吃看，好随便的穿着。不，萱萱，赶快进去啊！又叫错了。要下去哦。让握手他们都吃的，打少就好了。那个没办法，因为他很多醉，会有醉汉乱窜呢。哦。跑过去，快点。不知道，对讲机。快，你跑过去看看。哇 ，Hello Kitty 耶！跑了，我不想要再跑了。哇，好可爱哟、哦！好贵哟、哦！哇，真的好贵。顾客您好，这树屋。不是这个。还要更大。哇，好可爱哦！嗯。
耶、yeah, 好恶心啊、哦、再按蓝色小精灵买肉你先吃啊吃到一点点给我底下是什么？啊，中间蚵仔。蓝莓还是草莓之类的。啊，上面呢？奶酪。然后吃完了。No， 已经这么小了。放手啊！我觉得蛮好吃的。很好吃，对啊，我不再做面包了。要做这个啊，这个很好吃。他就说我不再做面包了。这不是面包啊，这是蛋糕啊。这是甜点，你不想要做甜点？好吃吗？你家有麦片吗？没啊。冰淇淋为什么要放麦片呢、啊？台湾版本不能吃，都只能吃干粮。干粮。你吃冰淇淋？我那家店。我也要买。对这个，好。好硬啊！你要问他们，你说那个。外面进来，然后一大块，然后切了。这个不好吃。让你吃到怕，我用一整片的，就是底下先铺一层全部的那个饼干的，然后再铺一层那个蓝莓，然后最后再用奶酪，那个给他吃。然后你吃的都是这样的分量，给他洗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有个好吃，这真的好好吃，这有个好吃的。你什么时候做？靠！我很期待。然后我就明天就不做面包了，做甜点。我今天蛋，对，刚好用蛋。对，刚好用蛋。我已经拿下去冰了、啊、所以你要做你明天就要做这个了吗菜饼去那个那个蓝赶快吃掉冰淇淋啊哎、欸、今天吃的有点晚哦平常我们不是都两哎、欸，平常我们不是都两点就走了？今天一点半。啊，今天比较晚。一点半就开始上班。那你觉得？欸、有一间叫什么、啊？在桥下面，在新民附近，然后在桥下面那个叫什么？然后吃烧烤啊，那个港丁啊，对啊，港丁这样子吃起来会比现在贵吗？不会吧？啊？港丁的那个他是做串烧跟炸的，对啊。我猜没，那我是说，这样就不要吃饱这样。没有，还是要这样的费用。没有那么贵，没有那么贵，他那个才也是像之前50-60块这样，就炒饭50-60块，然后。贵一点的就是生鱼片那些比较贵，然后肉串比较贵。不过点一点应该大概。他无聊吗？吃这个无聊吗？300-400差不多吃饱。好，那就不要再吃啊！不要吃啊！
好吃吗？嗯。好吃，你要比好赞。不是，是比这个。我发现它真的有点圆圆，它真的有点圆圆。喂。真的是比。啊？看你咯，可以先打开看看呢。乘客，亲爱的顾客您好，请您请到10月12号购买附属。来，你那个笔译一下。哎、欸，现在还没结账，不能拆开。来，来看一下。好。上面不是写着“警务备战”？啊，真的假的？开心吗？快快快快！